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，手表的没显示啊。2024年的2月26号，礼拜一，现在是早上的8:27。好，我们来上班打卡。好，那我很期待上班啊，因为我想要知道那个《三国群传 M》续保卡发放的情况。我真的很想要知道，我不知道说发的情况好还是不好。好，因为索取的玩家都不多，好，这个我蛮担心的。好，我是个人是希望这个活动，好，可以很多人参与，然后就是老玩家可以拿到奖励嘛，然后一些没有玩过玩家，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，好，看到《三国群传 M》，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退坑的玩家，那可以透过这个实体好的帆布啊、画布的部分，好，看到说原来《三国群传 M》一直都在，好，或许可以回坑来玩看看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来查资料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上门愉快，一起加油，拜拜。